就是咱趣味闽南话的时间啦。主持人你好，你好你好。讲咱闽南话是趣味真正多，咱头一集有讲到就食艺术，啊是。哎，咱讲了四五个艺术哦，咱就讲继续讲食艺术。食艺术太多了，啊，够几个艺术？对，欺负啊叫做食。哦，欺负。嗯，比如讲，我是不会和你食的。我听过，我听过，对，咱咧经常爱用。我是不会和你食，我就讲我，我不是不和你欺负的哈。嗯。过来，伊这人啊，是食软无食硬。啊，食软无食硬。欺负迄款较中和的，哦，较软弱的。嗯。啊，那拄到要较白。伊就唔敢欺负啊。所以这家都有些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就讲伊就欺负的意思。嗯。过来，伊食表示啥？长大叫做食。长大。我叫做食，比如讲。我食到遮侪下，也阁毋捌看见遐尼大只的船。哦，我食到是讲我活到这时，啊是时间对不对？活到归海意思。当然，伊也是因为你有食饭有食物，你唔知有把成长，你唔知有把活。但伊这是讲表面讲成长的意思，还是讲这活的意思，伊就用这食咯。这也是咱平常哇，我食到遮大汉，阿阁毋捌什么哦，对不对？就是用这意思，过来。下决心也可以叫做吃，下决心去建立什么东西，还是下定什么决心，也是叫做吃。比如讲，家计。哦，家计。我讲呢，你要家计，对不？下决心建立这个志气，嗯，哇，过来，从事某种工作也叫做吃，对不？嗯，我是吃，比拉比。啊，就是瞎扯。哎，我是瞎扯，对不？比如讲，那什么，哎，我是吃目水的。吃目水。我是吃鼻巴的，我这不就叫吃了，对不？侵吞也叫做吃。侵吞，哎，贪污啊，叫做比如假钱，哦，假钱，没有听，哦，假钱那个贪污钱哦，对，过来假钱头，啊，咱买财神第一特样都有这个假钱头，就是要贪污人的钱头，对不对？是贪钱头，要占人的便宜啦，对不对？就嘛叫做假，对，是。过来你不要听伊讲假期，假期，哎，假期什么？讲黑米真畅销，哎，真好好好。好做生意叫做假期啊，是讲这个所在啊，这个人真闹得真多，生意真好啊，叫做假期啊，叫假期。比如讲，我这摊啊摆一只，也较假期啊，了解。哦，今仔日啦，我食虾啊，真假期，就是讲我真好好销的对啦，好销咯啦，这个假期。假钓，假钓，一般是只讲鱼去上钩啦。啊，哇！哇，今天我这鱼啊，这边鱼，这边大尾鱼啊，哇，吃到了，嗯，已经吃到，吃到我一些声，一些鱼的钓啦，现在啊，你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伊这吃到啊，你莫吃到，唔是讲吃迄钓竿，吃到啥死鱼，对不对？是，是吃迄啥，意思讲鱼去上钩，就叫吃到。啊，这意思。过来，我不跟你讲这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就讲咱闽南话吼，咱这个经常这个吃吼，啊，可以作为一款叫做口语中间的问候意思。问候是不是讲，就是你吃饱呗？对，比如那早时吼，拄到人吼，你吃呗？哎，你吃呗？是讲你好，对不对啊？早安，那无一讲就早，那讲你吃呗？哎，哦，对，给安尼问一句。这就表示讲一款问候的意思，这款是咱蛮正经同意。是啊，是啊。而且这款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这问题。嗯。你吃呗？一般是咩啊？是较早时的，伫遐四顿之前，你拄到人在安尼讲，所以到到十点半，你讲你食未？对不对？食不饱？你不要九点话你食未？这样变多，怪怪，那个未食对不对？所以这有阵时间过来，人来讲为厕所出来，你咪讲你食未？对人话是无好，所以你要看时间地点，对不对？看时间地点，所以就讲食未。那么今天就讲，为什么咱闽南话讲食真重要呢？用这食来表示闽南，因为咱古早时啊，有一句话，有一个意思是嘛？看这个人健康无健康啊，都看你会吃未吃，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你吃的健康，你吃的就表示讲你是不是今仔日身体啊健康，吃物，过来就尊重人，过来就讲啥？咱闽南人的民以食为天，这是古太古传统人，古早时就传，无吃你不都会做代志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就讲咱闽南古小古爱讲啊，古爱行动咧，民以食为天，啊，民以食为天，无吃空空店。冇加共同点，是冇加头一线。所以问你讲加未，就是表示这用这来请安呐，是闽南话特殊的问候的称呼。是啊，这就真简单的一句，你加未，还是讲吃饱未？简单。哎啊，结果哇，原来来年够这年啊，做的这个文化是藏在这里面呐，哈。所以平时大家见面。在拍照好的时阵啊，马上安尼讲哈，你食未？啊，当然，因为咱这部
播出的时间是已经中昼一点嘛，所以就无法来跟观众朋友讲啊哈。但是阮当已经食饱，是啊哈。哇，咱今仔日嘛是学了真多哈。咱这里加，咱昨昏是五种艺术，今仔日搁再来五款，哈，啊搁加两个书点食到，啊搁有一个食吃，哈，搁加两个书。好，感谢周先，哇，今仔日有影是学真多哦。观众朋友，敢有记会记会晓用呢？爱记吼，每日中昼伫遐锁定阮的到底来广告，带点咱周先来学趣味的闽南话。以后啊，大家稳当有发工价666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。